觉得他爸是肺癌死十多年了，走了就天塌了，一天我就像个精神病，也不吃饭，也不什么，也不上班，就在家里一天磨磨蹭蹭的，就一天想起来就坐那哭，想起来就坐那哭。我怎么着？我说破罐子破摔，我也别摔了，也不破了。振作起来，我得把我儿子得抚养成人，我得给他娶上媳妇，成上家。现在我一个我多苦恼啊！知道没个人真不行啊！最起码他对我好，是不是？你心疼我，我心疼你，共同语言呗。我一天就是冷冷清清的，一天不说一句话，那不是？吃啥的就买呗。不仅能拿钱买，你还能给他做，是不是？我自己做，一个月留，一个月不，反正就这么个情况。这有最后有我了，就他妈光不了了。那就过到老。啊，过到死就完事儿了。这么多人给你助阵呢、啊？这都是我的闺蜜。闺蜜啊，这都是我的好闺蜜。啊，这是你，变样了呢？上过我们节目。我给他报的名。对对对，这就是我老闺蜜似的，给我报名要一样，我找个老伴记，我从小就这个眼睛在嘎，就是这个长个记，一人长他就长，要先生下来，我娘说，像个小苍蝇粑粑似的。没事，人家都正常啊。阿姨，我听你这个口音，好像不是这边的人。山东人，啊，山东人，上这边来了。我那个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完了上这边来，就我奔我一个姑姑来的，我自个儿的亲娘姑。啊，这二十多岁就过来，那不过来好多年了吗？过来四十多年了。你们是咋认识的呀？我们都是邻居。那你们这平时总在一块玩呗？就是啊，就形影不离。挺好，心眼都是心地善良。看谁有碰到都能帮忙，这不知道就算了，知道都能帮忙是啥？特别是我，发水的时候，赶紧就找他俩去帮忙。我儿子聪明，只要一声不来，真的。有时候我说跟我妈开药去，他就帮我看我妈。你说能做到这一点呢？那就行了。我以前在这住了，我现在不在这住了。那有时候打电话，我今天给我挣两个馒头。就来求人啊！有时候我来了，完了说我问我吃不吃饭，问我说没吃，他说你坐着吃，就可热情了。哎呀，一坐着吃，马上就热，就坐着，天闲的闲不住，天天可能干了。我为啥晒这么黑？就种地下了，我就开块小荒，就像这个房子这么大。开块小荒种啥呀？豆角、茄子、辣椒、柿子、大葱、白菜、萝卜。这一夏天生活费都自己挣的。种这些东西不是自己吃，是要卖啊。自个儿吃就是吃不了，适当的就是卖一点点。这个房子住多长时间了？这个房子今年是七个年头了。七年是你的房子吗？是我要的这个公租房啊。公租房？那自己房子呢？咋的？我自个儿的房子给我儿子住了，就是儿子结婚给他啊，都给他了啊。你有单位不？没有。没有单位。有没有劳保啊？就是最低的也一千多块钱。一千多块钱啊。自己平时生活上是不是够用了？够用的，有的时候我姑娘那个儿媳妇我都叫姑娘啊，姑娘给点啊。你是不够我给你，还是说孩子孝顺就主动给、啊、孩子孝顺。孩子他爸是肺癌死十多年了，咱家就晚期了。我两个可好了，他对我成的好，成的好了。结婚二十三年他就没让我做过饭，我都不会做饭。有些家里的一切家务他都不用我干，都是他自己干，我两个没瞅过去。天塌了，一天我就像个精神病，也不吃饭，也不什么，也不上班，就在家里一天磨磨蹭蹭的，就一天想起来就坐那哭，想起来就坐那哭。振作起来，我有儿子呀，不为别的话，得为我儿子呢。我怎么着？我说破罐子破摔，我也别摔了，也不破了。振作起来，我得把我儿子得抚养成人，我得给他娶上媳妇，成上家。就是抱着这个心，那就开始这就一下子就我就有劲儿了。完了我就出去打工，啊，现在啥活都是那么一点点的打的，并不是说这干别的活挣的多，也没有，就是从那牙缝里往外挤呗。买点菜买也加价出来，降价就卖不出去，卖着就卖就不大好了。嗯，完了买点没咋事咋事，真舍不得。自个儿大葱除大酱也吃，也将就一份儿。有的时候都半个月二十天不舍得买那个肉吃呗。完了有的时候十天二十天的。买一回给孩子吃，那个就是最起码他对我好，是不是？我一天就是冷冷清清的，一天不说一句话，那不是倔，就是沟通也得勤沟通，生活上也多照顾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乐呵的溜溜达达的卖个摊儿了，也没有别的要求，就是做个伴儿。是啥情况啊？这个腿啊？我那个出租车撞的。啥时候啊？就是七月份。晚上七点十分，当时我一过斑马线，那些小子抢活，这车他一下子闯过去，给我干倒了，给我撞起来两米五六高，这股子嘛，这杆子撞了，完了这杆子嘛，钢马拉上了，完这脑瓜子插着那个风挡玻璃，牙全弄掉了呢，掉一地牙，六七个都撞掉了。啊，那你本来上面是有牙的呀？我全是门牙都好，都让蹭掉了呗。
那都你看还没长平，长平完了得香那个的。脸当时就是嘴整上猪八戒的脸都藏起来了，这半个月打吊瓶才刚下去，哎呀，全肿了，撞的，把这牙掉。里边没事，里边没有受损，是不是啊？脑袋还没咋着。那你这个除了这个牙，还有这个腿，别的地方还现在还有没有啥不舒服的呀？别的就是肩膀，它不掉一砖吗？这嘎子我一砸，后边这一溜。昨天我就拍的片子，完他说的你这里还有炎症。这个拍的是全身的还是说就是就拍我肩膀啊？炎有炎症，现在不是有个骨折吗？这不有个这个什么椎体骨折？人家他说你这体格挺棒，车头汗的。他说一般年轻人这下就撞这伤口前，当时就废了。是，这是说明咱之前体质好，是不是？啊、大夫说没说啥时候这个腿是不是能恢复痊愈，能好吧？就大夫40天就完事了。40天就是你坐下吧，说你坐下吧，坐下吧，别太长了。现在这刀口都长差不多了，看都长差不多了，看。哎呀，都长差不多，搁这刚忙搁这里干的。啊，现在要问疼疼啊？现在不咋疼了。不能落下啥残疾吧？不能落下，这接好了，过年把钢管再取出来就完。你是不是这段时间就是觉得挺难的呀？然后你寻思找我们找个伴儿，就是更是现在我一个我多苦恼，我说晚上领来人就我个儿搁屋整个饭，我这天火上大了，我说这是真上。你说好好的还行，你现在这身体一出状况，身边没个人真不行啊。嗯，要是上个厕所、做饭啥的，你都行啊，自己啊。做饭就得个对不住，那么。我要俺亲戚给我拿个桶，我就端下水，搁这一晃一晃的。水啊，完我说上水管，你给我放完了，完我做饭淘米啥的，炒点啥就能对付。那你炒菜自己还能炒菜呀？那不得炒，我得生活呀。那你咋炒啊？拄着拐呀？拄着拐搁那完了，搁大刀搁切完跟洗完就搁那炒呗，轻松的，这10分8分就炒一个菜，那不快的快。那我昨天买的肉，完多老赵我要做红，我说我告诉你咋做，买的那红焖肉吧。怎么这一条，比如咱这么宽一条，拿着红焖肉大勺烧了热了，拿着肉皮嘎嘎这么来回蹭，蹭了，哎，都这么蹭，蹭腰子快糊巴了，就有点焦黄了，是吧？拿刀嘎嘎刮，刮干净了，倒水紧，解完了捞出来，一块块切完，整完红焖肉，你高慢火炖，快火炖完了，肉皮硬。一倒嘴一整全化，我得做到这程度。那老大说我跟你学学老赵、那我一到过年，老赵我要酱肘子你就给我配料。我如果这个哥那多你我那酱我不出来保证的红薯的好看。这啥？这是电子琴呐、我看看都盖上了呢，我看个边儿这谁？这是你的歌谱啊？你会弹呐？我就没事就弹。我刚说你放旁边，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凳子。不用拿。卖花姑娘吗？卖花姑娘哈，那你啥时候买的这琴呢？买了6、7年了。你为啥买琴了？当时我没事，我好玩了。你买的时候是已经你会弹了，还是说买完了才学的呀？买不会弹，现学的。我自己摸索的。都是各种悟的。口琴我也会说。口琴也会啊。那种演节目，一到开春4、5月份抽出演节目，吹萨索纳、爱乐，还有吹鸭，我都给他们吹。打篮球，一年我能上半天吧，净搁外头。啊，竞赛是文体活动。我俩人能过日子呗，你心疼我，我心疼你，共同语言呗。今天想吃这个，你吱声，我给你拿钱买；想吃啥的就买呗。你能拿钱买，你还能给他做，是不是？紧张，紧张了。那个先又跳出来了，有一个意外情况。我得跟你解释一下，说我就刚才去叔那儿，才发现他那个前两天被车给碰了一下，就出租车碰了一下，腿的地方打桩板了，所以说他现在拿着拐杖呢，已经2个月了，就是还有1个月就是全利索了。我说我得跟你说一声呗，咱们就去他家里看看呗。好的，看看叔，给姨来了。哎，你好嘞，哎，你好，进屋。我给姨打预防针了，刚才。简单说了一下你的情况，咱们进来再说啊。进来说。来吧。啊，进来。这是姨的闺蜜。啊。人缘好，就见识这个情。坐吧。叔，你坐下吧。你这个腿，你坐下，你先坐下。哎，我就不敢让你站着，现在啊，给你们先介绍一下啊，赵春林，对，赵叔啊，魏翠荣，啊，魏翠荣，魏姨，他们俩从长城过来。对这个事儿非常的重视。我刚才在路上跟姨简单说了一下，这个别害怕，是一次小意外。前一段时间，你说你自己说说是咋回事？我
搁那产院呢，过斑马线，出租车抢活，他家给这腿，这家撞骨子碎了，这家腿也把钢板拉了，撞起来2米56，嘎这脑瓜子一下插倒车镜里了，给他这家子车辆，哎呀掉了边儿，低得多快了啊！我交个门牙全是好的，啊、我说咋整？都等你这个牙花长平了，像再从镶牙，我说那镶不那咋整、啊？现在手术术现在已经50天了，都得100天能好，大概40多天差不多了。嗯，能不能留下啥后遗症？你别让你跟考验一样，啥事没有、啊、就该走走了。你现在方不方便简单走走，不难给我说。我说那我也也能走，你看能不敢不敢那现在吃药，你现在你没好利索，吃药都把刀口挣开。对。现在不敢吃了，好了跟原来一样，啥事没有。普通人生命都没了，何况这个年龄呢？但是人家大夫说了，说也就属这个体格。你说一般人这脑袋要碰着，这牙都撞成那样，就得啥样了？那多好！昨天就拍的片子吧，昨天就拍的片子，昨天。对，给一看我那片子，在明天。这个骨折吗？啊，这个骨折，完了这个里边有点严重，嗯，不用担心，一摔这嘎子有点严重，啊，坚强，你必有后福，哟，你看看社会上，真事儿，肯定的，找个可心的老伴儿，咱们就是福气来的嘛，是不是？啊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没有先动的感觉，我就是害怕的感觉，紧张的感觉呗。嗯，哎呀，这个岁数啥样才能心动啊？啥年龄？就是呀，你这太浪漫了，这不是我找个踏实的人。哎呀，这屋好好再聊了，再看看行不行？行，哎呀，行，还行，挺朴实的。是不是啊？这么大岁了，差不多就行。那个，你简单看看家吧，反正就是房子稍微小一点啊，住了好多年了哈，就别让叔跟着了，他那个腿脚也不咋好，你瞅瞅吧，那个是卫生间，那个是厨房、啊、就这么大一个小屋呗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不行，这房子我待不了，我一刻我都待不了。哥，我不想在这住。那上哪住去？上你那住去？我得回我自个儿那个地方住。上他的也行，上他把我这都处理，冰箱、这电视都卖着呗，我就去呗。那要是你付好了的话，你叔跟你去，你愿不愿意？愿意。你住几楼啊？我住10楼。啊，那个电梯楼。嗯。那行，电梯多高也没事，一按就上去了吧。对。我就穿的一拿就是高车一拉，剩下都卖着不要了。叔这边力手力脚。不能拉这些的东西就左右，那啥用没用就都是处理。他这边孩子也不在身边嘛，完了也没啥太大牵挂，说走就走，是不是？对，靠啥？我有点好文艺。啊，会唱歌呀？啊，你要不要听歌啊？爷，我们总去那儿，熟也总去唱的，总去钱柜，是不是钱柜 KTV？ 你会唱啥歌？我不会唱，我就是我这个闺蜜会唱。啊，那你这要不要听歌？听行。说，你给人家唱个拿手的。咋那唱的才好呢？我给你唱一个《傲慢与相会》呗。行，唱《傲慢相会》吧，这不符合咱们今天的对。是我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，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？只要哥哥你安心地等在哟，你心上的人就会跑过来哟哟。点个赞，100分，足够肺活量。你看没说吗？就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弱，还挺好。你知道为啥吗？过去吹唢呐的啊，会吹唢呐，会拉二胡，会吹口琴，会弹电子琴，这些就是都会。嗯，你给你稍微展示一下呗。刚才跟我说，说那个年轻的时候在单位文艺骨干，一人给我抽着了。他说你去打篮球去，完打篮球一打打好几个，完了你就文艺汇演去。完一到那个元旦了，咱们要办秧歌，你就吹唢呐去吧。有内秀，是不是有内秀？你这个文艺方面爱不爱哈？也喜欢，喜欢就行。那你说咱去找个伴儿了哈，没啥意思的，叔给你吹一段口琴，对，弹段给你唱个歌，挺好的，生活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嗯，生活浪漫，生活浪漫吧。对，浪漫，多姿多彩。嗯，那在这个邻居这儿可有名了，因为他做饭做得好，大家一到过年了，来人了，说做个肘子，做个啥玩意儿，都来找他找秘方的，说咋放料，说来请教，都会做啥？你跟人说说啊？什么
们锅包肉溜段什么的这都会，那么水煮肉片啊，我不会做饭，做饭好我就是会吃我吃现在我都吃不了，我这晚上一做完我跟哥哥那吃吃我就上火了，一个就不乐吃了。原来你听他说话你相信吗？那你说这些年他自己他会做饭他吃啥？肯定得会做。是不是还是说你是山东人吗？他特别喜欢吃面食，你面食会不会做呀？面食就是面条蒸馒头这花卷烙油饼这都会呀、啊、包饺子包蒸烧麦都会，那难不难？反正你要是找福建的肯定是想火，因为生活人啥都会干，有人做有人吃是吧？那你那个钱儿怎么分配呀、啊、吃啥就买啥呗，就这么分配呗。说自己生活的钱在花吃穿上都不可能。我的大冬天三九天那葡萄那水果都不断地让买，吃的喝的那都是可以、嗯、都得买，但是吃好喝好得这样，穿的用的穿的就到季节不能得定价买，现在定价买着了。你要是说换个地买个衣服啥的，江中人能不能舍不得买、嗯、那能买。我这个是一个月1000来块钱，是越越走越越花，我没有积蓄、嗯、我这个说实话不得跟我自己过，一个月了一个月花，反正就这么个情况。这有就有我了，就没光不了了意思，假如说要是咱两个，假如哈要走到一起了，要上完了上我那去了，完了你看我有病了，这现在这个都到这个年龄了，说有病那就是有的时候过一宿，今天咱好好的，明天早上起不来了，你得抬屁股走了。那能不能走？能不能折出那钱来给我看病？那肯定得看，那砸锅卖铁得看病，那跟你搁一起过，你走人那个什么良心的，那哪有那么整的？找个伴，那不行。嗯，就是找个伴，咱得负责到底，是不是？那好。对，啊，这话，说的敞亮啊。可以可以，咱要是合到一起了吧，那就过到老，啊，过到死就完事儿了。祝你身体健康啊，养好了。对，欢迎你到长春。完了，咱慢慢了解啊。那你别走了，你别动了，别下来了。完了，我先领着。不下这么远啊。好好沟通啊。好了，感动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老铁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喜欢星空的给个关注，点个赞，下期继续精彩，咱们回头见。